说起中国的乐器，可以说在座的每一位和我一样都能徐徐道来。这是二胡，那是扬琴，还有琵琶。但是今天要给大家看的一件乐器，可能在座的和我一样都没有见过，就是这个乐器。有谁能说出它的名字？这种乐器叫文琴，文化的文。它是由文振球先生设计制作的一种乐器，它是集中国乐器的二胡、三弦和筝为一体的一种乐器，但是又不同于这些乐器。那么下面呢，我们就邀请管小兵和徐萌萌两位为大家演奏一首非常好听的乐曲，叫做瑶族舞曲。